我养的鸡孵小鸡出来了，数一下看有多少只。辛苦啦，来出来。哇，这么多！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只，可爱的很。来，出来吧。哎呀，太可爱了这一堆！看，在教他们找东西吃。扯几个萝卜去吃。你要帮我拔萝卜是不是？看你把这萝卜都咬烂了，走。大家好，我是欧妹，刚才去扯了几个萝卜，还准备了一点排骨，今天就来炖排骨吃。冬天就要多吃点萝卜。拿去焯水。起锅烧油，骨头倒进来炒，翻炒一会儿，倒入干辣椒、小米椒、大蒜，再来一大勺香辣酱，生抽、老抽。舀进砂锅里来，加水，放点盐、胡椒粉，煮个30-40分钟。来，吃个骨头。你的这里都走，好，都走。又是青青啊。中途把萝卜、蘑菇、西红柿倒进来，可以了。香喷喷的一锅，来点萝卜干，准备开吃了。炖的香辣入味，好吃得很。